吉姆·杰克逊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，司职小前锋。1992年第一轮第四位被小牛队选中。2006年退役，曾效力过的球队小牛、篮网、勇士、76人、开拓者、老鹰、骑士、热火、国王、火箭、太阳、湖人，共12支球队，堪称 NBA 赛场上的头号浪子。曾与基德勒为女人争风吃醋，曾使用过的球衣号码有2、19、21、22、242号、0001、骑士19号、98-99开拓者、21号、4月6日太阳、3月5日火箭、22号、2月3日国王、9901老鹰、97-98 76人、97-98勇士、96-97篮网、24号、5月6日湖人、1月2日热火、92-97小牛。托尼马森伯格前美国 NBA 篮球运动员，司职大前锋位置。1990年第二轮第16位被马刺队选中，已退役，曾为马刺、黄蜂、凯尔特人、勇士、快船、猛龙、76人、篮网、灰熊、火箭、爵士、国王等12支 NBA 球队效力，共使用过7个不同的球衣号码。另外，他曾经还加盟过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，球衣号码9、30、32、34、41、44、459号、95-96猛龙、94-95快船、30号、95-96 76人、32号、91-92黄蜂、34号、4月5日马刺、3月4日国王、41号、91-92凯尔特、44号、2月3日爵士、9900火箭、9702灰熊、96-97篮网、45号、91-92勇士、90-92马刺。此视频梅塔沃尔德皮斯，原名罗恩埃泰斯特，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，司职小前锋。1999年在 NBA 选秀中第一轮第16顺位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，曾效力于印第安纳步行者队、萨克拉门托国王队、休斯顿火箭队、洛杉矶湖人队和纽约尼克斯队6支球队，使用过7个不同的球衣号码，与前两位的辗转与各支球队不同。此视频更换号码可真够任性的，曾使用的球衣号码有15、23、37、51、91、93、96，任性的他还曾想试用69号球衣，不过被联盟拒绝，因为69这个数字寓意不好，影响联盟的形象。此视频球衣号码15、23、37、51、91、93、9615号。12-13湖人、11-12湖人、10-11湖人、5月6日步行者、4月5日步行者、3月4日步行者、2月3日步行者、1月2日步行者、1月2日公牛、0001公牛、99、00公牛、23号、3月4日步行者、2月3日步行者、37号、16-17湖人、15-16湖人、14-15湖人、13-14湖人、12-13湖人、11-12湖人、10-11湖人。9月10日湖人，51号、13-14尼克斯、91号、4月5日步行者、93号、7月8日国王、06、07国王、5月6日国王、96号、8月9日火箭。